新能源的大势之下，比亚迪不断创新求变，2023年以302万辆的销量成绩，夺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年度销量冠军和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年度销量冠军，并在上个月完成了第700万辆新能源车的下线，成为全球首家达成这一里程碑的车企，引领全球汽车工业迈入新的篇章。